Hello， 大家好，零分零六，今天我们也来玩玩 ChatGPT。零分零九，一开始 Michael 接触到的时候，零分十一，是办公室写程式的同事跟 Michael 以及 ChatGPT。零分十五，然后 Michael 就玩了一下。零分十七，发现还蛮神奇的。零分十八， 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一个。零分二十一，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的程式。零分二十四，它在2022年的11月推出来的。零分二十七，它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互动。零分二十九，那目前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注册使用。零分三十二，在登入之后就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。零分三十五，去实现跟机器人对话。零分三十七，但是这几天实在是太火了。零分三十九，所以呢 Tilda 整个承载量太大。零分四十一，这几天就有当机的情况。零分四十四，今天 Michael 要使用 ChatGPT 来结合 Excel 的应用。经典禅语。零分四十八，侠客文章一点，这里 Michael 准备了两个问题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，然后想要请 ChatGPT 来帮我们。零分五十二，写出两段 VBA 的程式。零分五十四，那我们来跑跑看。零分五十五，第一个问题是想要把活页簿里面的工作表。零分五十八，进行拆分，一分零零，拆分成为不同的档案。一分零二，你可以设定拆分成为 Excel 的档案。一分零四，或者是拆分成为纯文字档。一分零六，第二个题目。一分零七，是希望可以把工作表特定的范围的偶数列。一分十，套上一个指定的颜色。一分十三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一分二十，首先到 ChatGPT 的网页。一分二十二，你必须先注册一个账号。一分二十四，目前就是可以免费的使用。一分二十七，那我们进到它的页面里面来之后。一分二十九，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画面。一分三十一，在下方对话的讯息这个地方。一分三十三，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问题。一分三十五，我把我的问题贴上来了。一分三十六，那同学在输入问题的时候记得要描述清楚。一分四十，例如你希望把哪一个档案。一分四十二，然后做什么样的动作。一分四十三，然后存放在哪里。一分四十五，你的需求都要说得很清楚。一分四十七，不然他给的答案可能会是错的。一分四十九，那我们按下 Enter 让他跑跑看。一分五十六，他目前已经告诉我们。一分五十八，他准备要生成一个 VBA 的代码了。二分零一，
然后这个代码是可以把 Excel 档案中的二分零三每一个工作表另存成为一个档案。二分零九他已经在写程式了。二分十四 OK。二分十五他已经写好了。二分十六那他告诉我们这个代码。二分十八可以放在我们当前工作部里面的模组当中。二分二十一然后去驱动它就可以使用了。二分三十三它的回馈就是针对我们刚刚所提问的问题。二分三十七然后它再回复我们。二分三十九我们点开 Kobe 把程式码 Kobe 下来。二分四十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档案。二分四十四我们的资料夹里面目前只有一个档案。二分四十六那我们先把这个档案打开来。二分四十八档案打开之后。二分四十九我们可以看到有五张的工作表。二分五十一那我们可以先按下键盘的 Alt 加 F11。二分五十四这组快速键。二分五十五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开启 Visual Basic 的编辑器。二分五十九那我们来新增一个模组。三分零零我们点按这个工具按钮之后点按新增模组。三分零五好了之后 Ctrl 加 V。三分零六把我们刚刚所复制的程式码给贴上来。三分零九那贴上来之后三分十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动。三分十一我们只要点按这个三角形。三分十三进行执行这个程式码。三分二十七 OK。三分二十七它程式已经跑完了。三分二十九那我们来开启资料夹。三分三十看看有没有生成这五个档案。三分三十二我们回到资料夹之后。三分三十三可以看到这五个档案都已经生成了。三分三十六我们把综合的档案打开来。三分三十七看里面是不是只有综合的工作表。三分四十二这个档案是综合的档案。三分四十三里面确实只有一张综合的工作表。三分四十六我们再开第二个档案试试看。三分四十八再来我们开内湖的档案。三分五十四这个是内湖的档案。三分五十六那底下确实只有一张内湖的工作表。三分五十九所以第一个测试没有问题。四分零一那我们再来进行第二个测试。四分零三第二个测试 Michael 希望他。四分零五可以帮我们在我们的档案里面的第一章。四分零七工作表的偶数列的部分。四分零九
套用一个浅黄色的颜色。四分十二。但是我们要特别跟他讲说是有资料的栏位。四分十五。所以我们的有资料的栏位是在 A 栏到 G 栏。四分十八。所以在题目叙述上面。四分二十。要很清楚地告诉他我们想要处理的范围。四分二十三。我们把题目给贴上来。四分二十六。这里我希望它可以生成一个 VBA 的代码。四分二十九。把当前的 Excel 档案的第一张工作表。四分三十一。针对 A 栏到 G 栏的偶数型。四分三十三。有资料的范围去套上一个浅黄色的填满色彩。四分三十八。那我们按下这个执行。四分四十三。它目前正在生成 VBA 的代码。四分四十七。它把我们的描述再说明一次。四分五十。它可以把当前 Excel 的档案的第一张工作表。四分五十三。针对 A 栏到 G 栏偶数型的部分去套上这个颜色。四分五十八。记得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针对列的描述。五分零二。我们要写的是型而不是列。五分零四。所以这边的同学在说明的时候。五分零六。要记得是偶数型。五分零七。并不是偶数列。五分二十八。OK。五分二十八。他已经把程式跑完了。五分三十。我觉得呢 ,Tilda。五分三十一。他的程式在我每一次下达命令的时候。五分三十四。他跑出来的这个程式码不见得一模一样。五分三十八。所以同一个题目的叙述。五分三十九。他跑出来程式码可能有长有短。五分四十二。同学可以多尝试看看。五分四十五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把这个指令拷贝下来。五分四十七。那我们回到 Excel 上面去。五分四十九。我们回到 Excel 之后。五分五十。我们要点按键盘的 Alt 加 F11。五分五十三。把我们的 Visual Basic 打开来。五分五十五。这里我再新增第二个模组。五分五十八。然后 Ctrl 加 V 把它贴上去。六分零零。所以它会针对 A 栏到 G 栏。六分零二。然后我们指定的范围去套上一个浅黄色的颜色。六分零六。那我们执行看看。六分十一。我们执行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Excel 活页部。六分十四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是中和的工作表。六分十七。针对偶数列的部分都套上了颜色了。六分二十。那我们来看看内湖。新店这几张就没有。六分二十三。因为我们在题目上面有说我们只要针对。六分二十五。第一张工作表去进行处理就好了。六
29。那今天的范例是让同学可以体验一下。6:31。ChatGPT 的一个魅力。6:34。如果我们在撰写 VBA 的时候有遇到一点问题。6:37。或者是你在执行 Excel 上面。6:38。有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。6:40。或许你可以去问问机器人。6:42。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？6:44。同学也不要过度依赖。6:46。还是要认真的学习。6:47。靠自己最好，对不对？6:50。ChatGPT 只让我们有一个参考的资源。6:52。所以同学还是要记得 OTIL 的，靠自己学习 OTIL 的。6:55。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6:57。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，Tilda 拜拜，星号。